安都，坐好来，坐好来，行不行？你这样好堕落的，真棒！小妹已经七个多月了。今年过得真的有点不可思议。当初生的时候最艰难的那半年啊，真的跟日子不会过了一样。就这个月吧，他的各方面体能啊跟上之后，我们才能睡一下好觉，不然的话每天晚上都要起来两三次吧。最近呢，他可以喝一次奶，五六个小时不再吃都 OK 的。从小云一出生之后呢，我们两个就几乎所有的时间跟精力都投在他的身上，也很少出去工作了。哎，不是所有精力都在他身上，毕竟有两个小孩，你不可能全部精力在一个身上。这倒是，轮流照顾嘛。反正最近我觉得他们两个的成长都很明显的，小的也大了很多，大的呢出去个个都说比同龄的要高，但是好像就发育了身体吧，那大脑发育的比较晚，还是有点笨笨的。都在身体上成长了。对啊，养分都在头发跟身体上了，就没有长脑子。也挺多网友在问的，我们今年的特产还会继续卖吗？那肯定要卖啊，毕竟靠这个吃饭嘛，如果连最后的业务都断了的话，我们是很难养家的。大概28号晚上吧，坐飞机，第二天29号到，应该30号或者12月1号左右开始卖新疆的特产。干货都是回来之后啊，如果让那边的人帮忙发货的话，还是自己控制不了这品质。对，我觉得大家要购买的话，还是趁红机在的时候，能把控品质的时候购买比较好一点。或者我们出发回家之前呢，会在那里囤一部分之前选好的货品，大家觉得好的话也可以及时的跟我们反购，也是 OK 的。如果我们回来太久，接近过年那段时间嘛，大家都知道的，接近过年大家都在抢货的情况下，好的肯定是首先被挑出来卖掉了，就是大概12月1月份左右卖掉了。到了后期呢，人抢货的时候，那时候你要买到一些比较精品的货品是比较难的，而且我们不在现场的情况下更难。生气了哦，感觉他不久就要自己坐起来了。现在这个脖子的骨头已经很硬了，像这样的话他能坚持两三分钟。哦，不生气，等一下爸爸做饭给你看好不好。今天中午蒸一条赤眼鳟，这条鱼6两重，肉质看起来也还行，以前没有吃过这种，尝试一下。快看哦，哇，鱼！哦！这个小的刚喝完奶，这就睡着了，就这么一瞬间。其实早产的小宝宝只要调整好了是非常好带的。你抱的没有1分钟吧？1分钟都没有，30秒咻就睡着了。他现在跟正常宝宝差不多了。对啊，只是7个月的话他是比较小，但他算纠正月龄，4个月的话也差不多会翻身，能坐起来，那个骨头也比较硬。也是按正常的月龄的，这么一小条鱼，
猫都不够吃。那吃多点菜吧。这个鱼我感觉蒸出来还是挺惊艳的，很有那种好吃的鱼的感觉，应该挺细腻的吧。哦，你的鸡蛋应该也好了，好吃吗？然后多刺啊，刺比较多，但是很嫩，肉质还行。我感觉这种鱼确实是拿来刺身会好一点。刺身那么多刺，怎么刺身？它可以取啊，可以有刺的取掉，因为它个体啊不太大，它最大的好像也就一两斤，可能还不到。像这么小拿来清蒸，有点浪费。真的很小，一点都不好吃。下次还是买鲫鱼吧，这些老实了。鲫鱼都很嫩的肉，这个肉感觉煮出来有点柴那种。我感觉还行，它鲜味也挺重的，就太小确实是个问题。那是太多刺了。它那里可以钉翘嘴啊，要不要下次弄一条大一点的翘嘴试一下？翘嘴还行，那五六斤的大翘嘴。我觉得鲫鱼还有翘嘴这些都比较好吃。对啊。它喵的。这个鱼六两重，那骨头估计有半斤。要不要吃鱼？我想养。要吃你的春呐、啊？自己拿去剥吧，去吧，去吧，摘一点果子。我们每年都是11月底、12月份去新疆乌鲁木齐那边卖货的。你要这个时候下山的那些。特产还比较多，也比较齐。我们寄到海外呢，也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，也挺刚好的。那个时候也是过年之前嘛，大家又可以过年时候吃到新疆这边的干果了。就时间啥的，其实都是前两年我们算好的。你不要给我摘完啊！我摘几个。种的过程。太多的不要摘吧。我知道。种的过程还没有采摘来的过瘾。其实你家天台那里种的感觉还没有我这里种的好啊，比较均衡，有人管嘛，施肥啊什么的，种出来确实要均衡一些。这个太绿了，不要。像上面这些都很漂亮了，它完全成熟了之后就像这种琥珀色，很有食欲。这个是饭后甜点，红色的也有。这些不好摘的，就红色的不是圣女果，是其他品种的。我觉得挺好吃的，红色的，我觉得比黄色还要好吃一点。有没有觉得摘？哎，这个没熟，没熟，差一点，还差一点。这边还有。昨天晚上我大半夜睡不着，跑起来数啊，总共有63个成熟了的，那些还差一点点吧。吃完饭摘一点，就是饭后水果。就这样都能吃到过年了，如果我想的话，可以吃到明年的3月份左右。吃完全部这些藤蔓落下来，又会生根，然后继续往上长。就可以一直吃到番茄了。其实所有农作物，水果啊或者蔬菜啊之类的，番茄算是很好种的一种。我买了一些，是西梅还是什么？就是梅子类的东西。把它切开塞到里面去，他们说那样吃是特别好吃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那试一下呗。嗯。哇，看起来真棒。这些不摘了吗？有你就摘啊，我是觉得没有了，我觉得没有了。你觉得有就摘吧。觉得不够黄是吧？对，还差一点点，像这个也差一点点，它还放着一点绿。等它完全熟透了，要更好吃一点。那这些也有很多没有啊。这里一斤多了吧？哪里有？最少7-8两，很重的这些。我把自动供水装置给关掉了，在它成熟期间呢，关掉的话它会更甜一些。安都要不要？
小番茄要不要点？要不要哟？想不想吃哟？爸爸点。哇，这个皮好脆啊，轻轻捏一下就裂开了。爸爸，这是你的。给我吧，谢谢你。安哥吃。好浓郁的番茄味。好了，先这样了，喜欢我们视频请关注我们哦，拜拜。